兄弟们啊，这是一早的，刚下杆十分钟，上了一条一尾草鱼啊，那个十七八斤，没有二十斤啊。兄弟们啊，太平总部虎钓三天，钓了一条青鱼，一条草鱼啊，这条草鱼正该瞅着能大一些，应该有二十几斤吧，挺好的啊。三天两条大鱼货，这些鲤鱼能钓二十多条，一共鲤鱼能钓五十多条，二十三条，太小了，好完美，好嘞。